潮州煎面。潮州煎面，此菜为广东风味菜点。制作这道菜所需的主料是瑶柱面。调料有味精、白糖、精盐、陈醋。还需要上汤。我们开始来做这道菜点。炒锅上火，放入上汤。用中火烧热，放入制好的瑶柱面，放入少许的糖、味精、精盐，用筷子把面打散。成熟以后捞出，装入容器中晾凉。晾凉以后，把面分成小份儿，装入容器中。炒锅上火，放少许油烧热。放入煮好的面，煎炸定型后，装入点缀好的盘中。将陈醋、白糖装入味碟中，制成味碟，与菜肴一同上席。做这道菜的时候要注意，面要凉透以后方可煎炸。这道潮州煎面已经制作完成了。这道菜点的特点是色金黄，鲜香味美。